这球出手被挤成了一个内外野之间的飞球，中外野手没有追到，在内外野之间，岳东华、岳振华两个兄弟在救球的过程当中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但是呢，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追到球。这个弱点没有办法守备啊。嗯。打出去的时候，也许认为打得不妙。对。但是呢，因为是申浩伟在打哦，所以岳振华会守得比较深呢、啊。打得很扎实哦，奥斯卡胜伟两分炮，本季的第二发的全垒打，哇，有一点下轮呢，在球速落后给马格文的情况之下，奋力挥击打出了两分打点的全垒打，哇，原本想要出其不意吊高速球，没想到被王胜伟棒全垒打，这一球也没有什么失头啊，胜伟打得漂亮。